哎，大家好，老李说想吃春饼呢，我说行，我就烙春饼吧。啊，这个水是90度的水啊，烫一点就行了。剩下的放点凉水，好了，放到这儿先醒着吧。吃完饭，扣上。切的瘦肉，切的肥肉，这个是五花三成的，准备熬酸菜吃。这样我把木耳泡上了，这样洗的差不多了。必须的，在屋里。哎，外面太冷了。老李去买菜去了，刚才买的是排骨，韭菜。呀，好的，这个面先洗着，完了再擀。酸菜炖粉儿，好嘞，出锅，鸡蛋，今天我们中午饭，我午饭开始了，炒了个土豆丝儿，这叫什么菜的？豆芽、粉条、木耳、鸡蛋，专门卷那个春饼的。这是酸菜，酸菜熬粉，炒酸菜炒粉，炒酸菜不是熬酸菜，也不是穿白肉，就是炒酸菜。酸菜炒粉。酸菜炒粉。肉炒粉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我们爷爷碗粥。啊，这个是春饼，
我说少烙少烙，今天又烙多了，又吃两顿菜，也吃两顿，行，咱们吃饭吧。嗯。